他是在清朝的时候帮忙司马的四世长幺肯定的尊贵，然后已经有功，所以呢，他过往之后，清朝的皇帝呢，改名他的军机，就追封他为海大元帅。那现在这海大元帅呢，他就镇守在海疆、云林、出海、越南等四岁满山的这些地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呢，那个架势图哈，右手边这边是河流。